今天台湾小调要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歌曲，是在琼瑶的作品当中非常受欢迎的一部小说《在水一方》。这首歌是由琼瑶填的词，林嘉庆老师谱的曲，在1975年曾经被改编搬上大荧幕。当时这部电影是由珍珍跟秦祥林所主演的，然而在1988年的时候呢，又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，这一次是由秦汉跟刘雪华所一起演出。经过了这么多年，我相信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由邓丽君来演唱这首歌。其实这首歌的主唱者原来是江蕾小姐，不过不管是谁唱，只要是好歌都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。现在让我们来回味这首好听的《在水一方》。在水中伫立。